我好。你哪儿好啊？哪儿都好。我不信你好。不信我也好。你这也行？我行。你好。我好。我不好行了吧？每次都是你在扫兴。韩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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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？陈县长，你有没有点自知之明啊？我们冲谁来的？您心里没数啊？边待着去，韩老板，别挡路。韩老板，韩老板，这帮丫头，肤浅。孔兄啊，嗯，今天真是多谢你了。我们在江湖上唱戏的，人人都说我们是下九流，有钱的要伺候，当官的要侍奉。如果今天真的不是你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陈县长了。哎，也没什么，陈天官也不敢拿我怎么样。如果你要不是瞧不起的话，我们做个朋友怎么样？瞧得起啊，当然瞧得起了。那我以后就叫你雪兄了，好不好？好人太难了，我不太习惯跟男人这么亲密啊。好，哎，刚刚那几位是你的家眷吧？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嗨，他们也都是开玩笑的，没事抖个机灵是吧？要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说的对。哎，天也不早了，赶紧回去睡觉吧，我也回家了啊。嗯，回见。雪兄告辞。嗯，来，老板。干嘛呢？这么说，你已经见过孔雪莉？我还以为有多么大不了，不过就是个普通的男人嘛。别大意，之前驴子和王道一都吃了亏。物以类聚，我想他孔雪莉也没什么不一样吧。头儿，你最近是不是老熬夜啊？白头发又多了。嗯，头儿，我回来了。啊，给，拿到药，我立刻就回来了。辛苦你了，回家歇着吧。哎，走，去看看你大舅哥。是。这外国的药能比我的草药还好使吗？这东西靠谱吗？你可别害了我大舅哥。反正比你这大嫂靠谱。这是问题你们负责吗？子成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出去干嘛？不在家待着？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我在家待着有什么用？我给他看寿材去了，这不得备着吗？人还没死就准备后事了？我还出去看戏呢。要不是看你是女的，我早就揍你了。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，他现在成这个样子了，你们也别折腾他了。走吧走吧，都走吧。夫妻之间起码的情谊要有，你不说四处奔走给他看病，也不至于有人看的时候你就往外赶吧。人在做天在看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知道这要多少钱一碗吗？说到就给我到了，到时候见。你那嫂子真是有点过分。子成老实巴交的，人家扇他左脸右脸马上递过去。
正要去请二位呢。干什么呀？我呀，刚刚排了一出好戏，邀请二位今天晚上赏个光。嗯。我就算了吧，这种咿咿呀呀的东西我不适合。别呀，雪兄，你可一定要给我面子，我还要报答你昨天晚上对我出手相救呢，特意为你留的，总要给个面子。这男人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不喜欢。萍妹妹喜欢啊。没事吧？戏台上演的都是真的吗？哎呀，戏是戏，人生是人生，能一样吗？一样。他的簪子跟我送给子君的一样。他临走之前还惦记着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去我家喝两杯，好不好？怎么办？这戏台上唱的，真的和册子里写的一样吗？嗯。怎么会上这出戏呢？我去问蓝玉春。你在搞什么鬼？谁让你唱这出戏的？说。雪兄，你怎么了？少跟我装蒜！你来祥城什么目的？袁春风是你什么人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这是我来祥城的路上收到了一个剧本，我看着新奇，特意排了来演的。谁给你的？就是一个乡村教书的先生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若说谎，天打雷劈。雪兄，我把你当好朋友，自然是实话实说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让你发这么大脾气？哎呀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？你刚刚演的那出戏和我朋友妻子的遭遇一模一样，他看着难过，我看着生气。和方兄有关，那这出戏我不能再唱了。不至于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我看方兄倒是配得上做你雪兄的朋友，别说是一出戏，为了朋友再难十倍的事情，我也能做到。
这上面到底写的什么呀？这里面写，姚子金被人拯救，脱离了苦海，但是没有办法从那段经历中超脱出来。但是后来呢，修炼了仙术，脱胎换骨，与过去诀别了。诀别？诀别是什么意思啊？死了吗？我怕的就是这个。人要是活着，哪怕没有消息，但也有一丝希望。这人要是死了，方栋该怎么办？那这小册子千万不能让方栋看见。可是瞒着他，看他那个样子，我又于心不忍。不忍也得忍，这也是为他好。我可真太难了。那你歇着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天已经晚了，外面那么危险，不如你就留下吧。你记住了，从今往后我们只是朋友。这样的话，说都不要再说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你来干嘛？你不是说一刀两断了吗？现在大半夜还去他家找他？我是为了方栋的事情来的。你根本就舍不得，对不对？不要在这儿假惺惺的糊弄我。有一天孔大哥让你克死你就高兴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是说过一刀两断。但方栋是我们共同的朋友，还有我和谁来往是我的事情，用不着和你报备。孔雪莉喜欢大气的女人，像你这样的她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。孔大哥会喜欢我的，只要你不出现。好，我给你机会，你去试试吧。你说话算数。先回去找你爷爷吧，别让他担心。方捕爷。方捕爷，我本来想亲自登门道歉的。哦，那天我听雪兄跟我说，那出戏跟您妻子的遭遇一模一样。方捕爷看了触景生情，心里难过，我也感到十分抱歉。不过一出戏就是一个人的一生，怎么能够那么巧呢？所有经历都对得上。乖乖，他怎么知道所有经历都对得上？他好像还知道挺多。我以为你们兄弟情深，什么都会分享呢。我去找他。方栋，我就先走了，你忙完衙门的事情就过来。好，我忙完过去。小娘们儿，下回可别碰到我们俩了啊！哎，不错啊，皮肤还挺好的，挺白的。哎呀！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啊，那册子真假还不知道呢。你知道的，哪怕是有一点子金的消息在里面，对我都无比重要。我对你无话不说，一直把你当好朋友、好兄弟。我绝对不是想瞒着你。这不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吗？合适的机会，你不用再解释了。
真的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柠檬水泡澡呢，可以美白，按摩肩颈可以解乏，我的手艺特别好，改天给你试试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是算了吧。哎，那有什么？好多人找我，我还不乐意呢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和你特别投缘。是吗？我也觉得你人不错。哎呦，雪兄啊，蓝老板，别忘了咱们约定的事情。放心吧，天塌下来我都不会忘的。嗯，慢走啊。哎。你们这是在搞什么呀？哎呦，雪兄，有件事儿，我得向你道歉。今天早上我去向方捕爷道歉，好像说错话了。你是不是别有用心啊？那天听你说了那些话，我觉得我伤害了方捕爷。虽然是无心之失吧，但是我这一晚上辗转反侧，实在是难以入眠。这一大早我就去找方捕爷解释，可谁知道他竟然毫不知情。是吗？我的地盘别想搞事情，我自己会处理。啊，还望雪兄多海涵。谢谢。你怎么和他有说有笑的？怎么，我不能和他有说有笑的？你这样人家会伤心。好笑啊，你伤心关我屁事儿。因为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，我就不能喜欢别人？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蓝老板人帅戏好，能说会道，我喜欢他也很正常啊。我不甘心。咱俩不可能。你爹下命令杀了我哥，这仇解不开。我又没错。嗯。那小册子让方栋看见了。你老大不小的了，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好。都是意外。什么意外？我看你全部都是借口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方东，方东，方东！哎，小铃铛，你看见方东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才来。姚子金的事儿他已经知道了，快找找他吧。指不定在哪伤心呢，他还去河边散心。跟我来。哥，哥，你在看什么？你们来干嘛？你都知道了。戏台上演的都是真的，我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自己了。不是的，哥，你别难过。这册子上的日记都是子金亲笔写的，跟过去道别，转世投胎，这跟死了有区别吗？要不我们去找孔雪莉商量商量，她鬼点子多，也许她有办法呢。她有什么鬼点子？她早就有线索，还是一点忙都帮不上。你就别生他的气了。我现在心很乱，能让我静一下吗？
真像啊！哎呦喂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别说，哎，郑强，你这扮相还真挺棒。哎，再来一个挨揍的媒婆。好，来个挨揍的，挨揍的。哦。啊啊！这个爽，这个爽！再来点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哎呦，好！这就算你打我，我也会让你去相亲的。厉害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厉害啊！郑乔，你做事业真是天才了。哎，再来一个杀人的媒婆。杀人呐？男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男，来个男的。嗯。这我不会呀，这个。哦，看来这郑先生是不打算给我蓝某人面子了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郑乔，快点，别让蓝老板不高兴啊！哦，呀。哦。掐死你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吓死你！行了，吓坏了，吓坏了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行啊，你这两下子，哎，蓝老板，不错吧？这个，我觉得比刚才那个打的要好。哎，这个真厉害，还行吧？这个啊。哎，你是不是杀过人？哎呀，大人您别闹了，我怎么敢杀人呢？那你演的还真不错啊，尤其是那几个，这个，厉害呀，郑乔啊，可以呀，谢谢大人。酒来了。喝喝喝，就知道喝。方栋那边出大事了，那个方栋不用担心，我知道怎么对付的。那你还喝？这是失恋酒。失恋酒？没办法，这就是天意。记得收钱。哎。走了。哎，洪雪莉。这个言而无信的家伙，你挑拨我跟陈天官的关系是吧？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知道我有多惨吗？陈天官他不拿我当人，连个娼妓的都熊我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遇到我，算你倒霉。都给我散开！咱俩单挑！你散开！你也不是他对手啊！你说什么？你也打不过他呀！我猴子头头，身法不错啊！我还有绝招，黑虎透心，还有。小白兔偷菜，最后是小鸡偷米。哥，你再给我讲个故事呗。行，你等我想想啊。孔大哥，你快过来坐。小琳娜，我跟你方大哥单独聊会儿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还生气呢？
怎么像个小姑娘似的，没完没了了，差不多得了。我以后再也不瞒着你了，真的。你看我烧鸡都给你带来了，你看在烧鸡的份上也应该原谅我了。我又不是吃货，是不是你错了？我错了，我太错了。老话说得好啊，天上下雨地上流，好兄弟打架不记仇，床头吵架床尾和啊。你看在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情分上，你就饶恕我吧。没文化，什么好兄弟，那是小两口。差不多，没文化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莫人情，这次我先原谅你。听说郑乔是你的心腹啊。嗯，不知道要是有人动一下郑乔，陈县长会不会生气呀？生不生气不重要，关键看你怎么动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？这是多大的仇恨呢？啊，非得要人家命。蓝老板，从最先开始吧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是看郑乔不顺眼，处处刁难他。我呢，尊重你蓝老板，再加上郑乔前一段时间也不太听话，所以就陪着你一起玩一玩。真的要杀人吗？陈县长不舍得。就看你上不上道了。大公子的道，不知道陈县长瞧不瞧得上。就看蓝老板怎么帮我盘这个道。这不告诉你的原因有三：其一，袁淳风给张驴子的那本册子我分辨不出真假；第二，袁淳风的目的我不清楚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要害你；这第三，是因为你那本册子上记录的事情过于凄惨，我怕你一时控制不住自己。其实我看得出来，子衿以前也一直给我分享他写的文章。那本册子上的确是他的文风跟字体。这么说你能确定那是真的了？嗯。唉，之前事情一件接一件，但我一直想着救子衿的事情。如果册子是真的话，姚子衿很可能已经遇难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假如，我说假如我们找到了姚子衿，可是一路上挫折磨难，你会不会嫌弃他？绝对不会嫌弃，我只会更加爱护和珍惜他。我发誓要用我余生所有的好，去弥补他曾经的痛苦。好，我没看错你。蓝老板，起来了吗？蓝老板，您起来了。什么事？
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就是来看看你，顺便问个问题。说吧。梁老板，您看啊，自打您来了降城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处处为难我。这不，我今天来就是来请罪的，还请蓝老板高抬贵手啊。25年前，乐府戏班的巧姑，你全都忘了？你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有些债，不管过了多少年，终究是要还的。明白了。那罗巧姑是你什么人？她是我妈。看来这事儿化解不了了。蓝老板保重。子成，坤大哥，哎，躺着吧啊。坤大哥，谢谢你啊，我虽然嘴笨，但是我脑子清楚，是你救了我。我的孔大哥最仗义了。他帮人忙，从来不需要别人感谢。干什么去啊？我随便逛逛。孔大哥，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？说。最近他老是不回家，我怕他出什么事儿。哼，好说。萱萱，回头调查一下。嗯。有件事情想跟你打听打听，你还记得你妹妹出事那天的情形吗？妹夫问过我很多次了。那天结婚人多，我又喝了很多酒，实在记不清了。没事，也不能怪你，好好休息吧。哎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记不住。结婚那么热闹，你能记住那些小事情吗？我又没有结过婚，我怎么知道？要不你给我结一个呗。是。你怎么这个小眼睛翻起白眼来也这么帅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雪兄，你们这是？男老板要教我唱戏。嗯，我也要去。哎呦，你们都是雪兄的朋友，欢迎欢迎。那我们走啊。好，雪兄要不要一起？啊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啊，那个你们去吧，我又不懂戏。那我们走了。好。男老板，你怎么能这么帅？嗨，我也不想，还是要给别人留条活路。嗯。女人啊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明白了。太平，我们俩来一段。好。嗯。好。Thank you.
我觉得呀，你天生就是一块好材料，杨柳细腰修长的腿，天生啊就是吃唱戏这口饭的。那我呢？你啊，脸还行，就是有点肥。不跟你们玩了。哼。来，海平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块呢。蓝老板，我有事找你一下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方捕爷，请坐。冒昧问一下，有一个问题，关于那天那场戏。哦，这个嘛，我那天跟雪兄已经解释过了，这是一位乡村私塾的先生给我的一个本子，我看着新奇就排了起来。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实在不知道。戏本上的事情就不必纠结了，天下间本来就有很多巧合的事情。但最让我在意的是，你昨天头上那个簪花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哦，这个嘛，我在北京唱戏的时候，一位戏迷送的。这位戏迷啊，本领高超，仙风道骨。不知道可否告诉我名字？你是雪兄的兄弟，也就是我的兄弟，没有什么好隐藏的。这个人他叫王道一。此话当真？没有必要说谎啊。哎，不过当时他身边有一位美丽的女子，这簪子啊就是从这位女子头上摘下来的。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？什么时候的事？